星座吗？星座？什么星座？5月20，那个金牛。哦，金牛怎么样啊？就还蛮稳定的啦。所以呢，等一下你会有机会跟他合唱一首歌，希望唱的时候会有一点感情出来。好，欢迎丁小晴，请坐哈。谢谢。下一位其实在演艺圈算新人吧，嗯，可是向来都喜欢展示自己的身材，她尺度还蛮宽的，不晓得今天穿的怎么样。那可是也是漂亮的女生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她会什么，因为好像是 model 对不对？是 model OK 吗？ OK 啊。可是如果常常需要穿得很性感让别人观赏的话，我会比较排斥这个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，就我觉得在这个点我会比较传统一点，我是希望就是之后我的老婆或什么，就是还蛮就是安静的，很爱待在家里照顾家庭，然后跟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那个不用工作，可以好好的那个。谢谢。我现在看一下他的从脚到小腿，这是脚小腿，哎呦很会摆哦，往上，哦，这个线条比较漂亮。刚刚前面腿都没有拍出它的优点。对，所以这样穿的意思是，就是不想让男生觉得自己好像太想怎么样，可是又想要怎么样。这一件跟那一件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件？我比较喜欢就是露肩膀这件。哦，这一位好像年龄上也稍有优势的样子。真不好意思，丁小晴。好，马里莲梦露，我们要请他出来喽。没问题，我们欢迎他出场。好，真的有想过，希望第一次见面不要穿得太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私底下就是这样子。你这个低的程度应该是自己精心设计过吧？他刚刚不小心掉下来，所以不是你自己在那拿捏，说到多低？没有没有，他就自己会。请问这种你们女生是怎么决定他是要露两肩还是露单肩？看你的心情啊。那露两肩会怎样？可能会有点背吧，就会这样子。背。那在。所以应该是这样。可以露上身给我们看一下。所以你说，如果今天晚上你想要跟这个男生稍微再进一步的话，你可能会露双肩，是不是？我会先看衣服哎，因为像这种可能就不适合。你见过倪安东吗？有啊，电视上。哦，他是你喜欢的吗？啊，很可爱。可是乃真没有符合这里的耶。对啊，乃真只有符合孝顺爱家吧。康永哥，你好懂我。你少说，礼貌上也硬说有气质吧。有气质。没有吗？有吗？他不想一点是有，比较有气质吧。他绝对不是冰山美人，然后他不算有个性，他个子也不算小，唱歌绝对不会啊。你唱歌很糟吧？还不到很糟，但可以。KTV 唱谁的歌？蔡健雅、孟蔚。哎呦，想装实力派的那种，就你想装实力派。随便哼一句 KTV 常唱的歌来听听。我很常唱一首《爱我》，老歌。你说姜育恒吗？柯以敏吗？爱我，爱我，没有你，我变得好贫穷。还行哎，好了好。麻烦你过去跟他讲一下话。好，欢迎来见小姐，你好。可以先请问一下年龄吗？我24岁，一样。同年，乃真，你身上有刺青吗？没有。我不喜欢刺青，我还蛮传统的，而且如果我结婚，应该就不会再做模特了吧？也不过就第一次见面需要聊的，因为我是说我真的内心是这样。那你上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？一年前。有分到很不愉快吗？就对方劈腿。会有分到钱吗？有一点点。那你知道倪安东上一次吗？他上一次，那个小 S 有消息要告诉你。他第一次是19岁。哇，每一次要讲。可是是第二个女朋友才发生第一次哦。等一下，第一个是没有怎么样的。
让你问安东问题，你可以随便问。那你平常喜欢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嗯，吃哪一类型？我还蛮爱吃麻辣锅哎。啊。最近真的爱蛮爱。你的嗓子可以吃麻辣锅，不需要保护你的嗓子。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沙哑音的那种，就是不需要太保养。可是如果吃到很辣，然后满头大汗，又需要擤鼻涕，你可以。你会不会觉得尴尬？不会，我不会喜欢。我觉得重点是要享受那个食物。所以如果男生看了你的身材以后称赞说哇好辣哦，你会高兴吗？我会希望他说我身材好，不要说我好辣。为什么？有差吗？好辣是一种就是感觉是辣妹，我觉得是一种。你会称赞一个美女说 you are so hot 吗？不会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小小的不尊重。OK， 所以会说什么？类似 beautiful 跟美，如果是女朋友久了就会应该会说 sexy 或什么。Yeah, thank you. OK。他刚对我讲 sexy， 来把鼻子凑过去，他要揍你。手好，所以等一下你也要跟他唱歌，他歌唱非常好哎，你要跟他合唱，所以加油喽哈！好，男生请坐。下一个是个子小，我说不出来他有没有个性哎，很另类，可是不算有个性，他算有历史，有地位，有地位，有撑腰，有来历。她也不是冰山美人，她气质算不错，邻家女孩的那种，孝顺爱家，不知道会唱歌不会，先拍脚，鞋子好看，鞋子，她腿今天看起来不错哎，对，好像是三个最细的哈，怪了，往上往上往上。哦，这个毛衣吃香，真的吗？男生很喜欢这种垮垮，可是又很有女人味的东西。哦，他也露肩膀，他今天拼了耶！他平常被包着的，那个脖子看，头发撩一下，头发撩脖子，没有啊，没有锁骨，没有。里面哦，这样很可爱哦。那个手可不可以给镜头看一下手指的长度？哦，这走可爱风。臀部的线条可以拍一下吗？看那个背凹不凹，也不差。他上一个男朋友很有名。哦，我好像知道这个。你知道吗？嗯。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他的上一个男朋友是谁了，你在追他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，应该会。不是，如果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那万一你曾经崇拜过他的前男友呢？你会不会觉得？会吗？哦。像如果是类似一个偶像的前女会，我会有压力。欢迎他出场，欢迎。掉，我赢了。掉，大概掉，掉。你东西掉出来了。掉，你跟米安东见过吗？哦，有，他好像他这一张专辑的第一个通告是上我们。你有在崇拜他的前男友吗？他马吉的，马吉的大，马吉的老大，还不错啊。嗯，就是我比较喜欢 rock 的音乐，他是 rock 音乐吗？不是吧，他是 rap 对不对？可是如果年龄上你们两个应该蛮对的吧？我27，在他的 range 里面，他24。哦，嗯，然后他那个19岁的时候，哦，我刚刚有印象，不是跟第二个。好，他去做刚刚的。你决定要交新男朋友，是意思你完全已经 over 上一个了吗？就是因为现在真的是朋友，然后我比较希望可以就是再有那种就是让我心动的人出现。所以你这一切行为真的不是要气他的意思吗？不是啊。那你对于在康熙来了见朋友这件事情，你觉得如果他真的很对你的胃口的话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未必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。嗯，对，而且我朋友都一直叫我加油。你朋友都觉得很棒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现在是要猛虎出闸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就是狼虎之年。可是你没有在迷帅哥哎，对，他对你来说会不会太帅？有一点太帅，因为你是不是刻意要避开帅哥？没有，我从小喜欢的对象都会让我朋友傻眼。你安东，你觉得对的样子吗？对啊，这个样子很好啊。谢谢哦。他是不是今天三个里面最符合你喜欢的样子？目前是，对，因为他没有那个他觉得奇怪的刘海，对，对不起，服装也刚刚好，是，可是他迷气功哦，迷气功，你可不可以站起来让他对你做一些气功，看你感觉到什么意思？
那另外一个是背的要干嘛？不要，我们要看正面的，因为这样才能够互相看对方。对啊，你这样没有下一个步骤，你拍完要干嘛？哦，有另外一个啦。好，就是你的肚脐在哪里？肚脐，肚脐 ，belly button 这里。这么高，好。就是有另外一个动作是要学了才知道，就是要把他的气往下赶。就是如果有人哇，你好重口味哦，一下看到这边，为什么赶下去以后会有什么感觉？就是把他的气赶下去，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像那种比较，这是真的啦。所以你已经开始赶了吗？对，就这样，刚刚就隔这个距离，刚刚这样就在赶了。对，赶什么东西？就把一些身体的。气啊下不去的往下赶，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容易心脏不好，或是容易心肌梗塞。你安东可能根本毫无感觉啊。的状态是完全模糊，现在在发生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。紧张。就是擅长把脏东西赶走。对，一些热气。所以这边的脏东西是被你赶走的吗？米安东公开征友，请双鱼人也来报名。然后还有一位，这位他今天会参加，我很意外，因为他不太来玩这些乱七八糟的。而且我觉得很多男生会喜欢他。往上。